双掌顺时针画圈向左挤，重心移到右，右手挤到中心线，身体中心线，掌心向左，指尖向前，左掌按到左胯的外侧膝盖上方。三，双掌上穿，右掌沿中心线上穿到鼻尖高度，左掌穿到左肩外太阳穴的高度。三，双掌向右后开，左掌挤到中心线鼻尖高度，右掌开到右肩外太阳穴的高度，同时双脚向右后错步阵脚45度呈斜角方向。五，左掌按，右掌切，左掌按到胸高，掌心冲下，右掌切到右膝上方，掌心冲斜前方。六，转身转脚，将左脚尖摆正。七，移重心到左。八，左掌第四撩开到太阳穴高度。九，左掌雕手上提，挤到中心线，右手握拳收到腰间。十，提右腿提膝，左掌下沉到中心线鼻尖高度。十一，冲右拳震右脚到左脚的斜前方，一脚前与肩宽，同时左掌下沉到腹部，左掌心对右小臂臂弯处。十一，翻左掌下砸到腹部，翻右拳提右膝，右拳冲到中线鼻尖高度。十二，砸拳阵脚，右拳全面落在左掌心，双拳在腹部，距离腹部约1拳远的距离。